向大会报告，出席议员已达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开会，跟大会报告哈，因为有好几个新的议员啊，有很多一级主管他们都不认识哈，应该是政风处处长嘛，人事处长大家认不认识？好，那请人事处长自我介绍一下，跟新的几个议员哈。议长及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我是人事处的处长林承泽，我是前年的八月新到任，那之前都在台湾这边担任公职有超过26、27年，那这一次回到马祖服务，那全力做好人事的工作，日后也望请议员多协助跟支持，谢谢。好，处长请坐，政风处处长。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大家好，我是政风处处长王宏文。那我是去年2月1号到马祖这边来报道。刚来马祖的时候，正好碰到马祖最冷的时候，那时候还下雪了。那我之前大概都是在台湾服务，那在台湾大概。在台北市政府就待了17年，另外在劳委会，就是现在的劳动部，也担了工作了10年，后来又到国家文管学院，然后再到高铁局服务，然后最后到我们马祖连江县来。那对于其实我觉得我们马祖这边。整个这个民风其实还蛮淳朴的，等于说民众之间呢、大概这个还相处的还蛮非常的和乐，所以呢，我就是说希望在我这边工作，那如果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如果有什么需要我这边来办理的事情，麻烦各位女士先生不吝指教的。好，提供我一些资料。报告完毕。好，谢谢处长。警察局局长，我是警察局长薛文荣。那我是在去年的1月24号来连江县警察局服务，到今天刚好满1周年。今天是1月24号。那我来这里之前都是在服务于台北市警察局。那之后有短暂的11个月时间是在基隆市钢警总局。那来这边服务，非常感谢我们各位议员的支持跟协助哈。那所以我们在警政的工作推动上都很顺利。那也跟各位议员报告，在去年一整年的我们辖区的治安是呈现非常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整个的发生的案件像一般刑案来讲，去年整年是发生56件。比前年全年度66件是减少了10件，那有几支的我们庆幸，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诈欺案件方面，我们是发生减少了一半以上，那这是平常靠平常的一个宣导。那目前感觉上诈欺案件比较多是可能是军中的一些袍子，因为网络购物，所以这部分目前是列我们一个重点。那跟各位报告就是。未来我们仍然会为我们连江地区的治安跟交通来全力做一个努力跟服务，那也希望各位议员多给我们支持跟协助，谢谢。好，谢谢局长。各位还有什么不认识的？都认识哈。跟大会报告，今天下午的议程：台马之星故障频传，县长专案报告；二、议案审查，现在请县长做专案报告。议长、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大家好。连江县议会第7届第一次临时会台马之星专案工作报告，仅将台马之星目前的现况做以下的摘要报告，敬请各位
议员理事给予指导。新台马仑构建计划于民国100年七月由高鼎游艇造船厂以统包方式得标兴建，101年七月开工，103年三月三日下水，命名为台马之星，104年六月完成建造，104年七月31日交船，104年八月12日首航。建造新台马仑一艘造船统包工程采购案，由于得标厂商违反合约相关规定，我们预期违约金有2亿6779万1290元，救难艇船数违约金36万元，设计修正惩罚违约金7万元，载重吨不足违约金9031万5620元，总计违约金财罚3亿5853万6910元。台马之星航行之初，在机组设备上出现不少故障状况，包含首门起闭不顺、主机不启动或跳机、刹车齿轮咬死、飞轮损坏及一些零组件不良等，也迫使船舶多次临时停航，引发旅客质疑及相关部门高度的关切。于是台马之星在104年12月17日在交通部第1635次部会议中决议，请航港局落实台马之星安全事项全面盘点，做第一次的总体检。那第一次的总体检就设计、建造、验收、营运等方面做全面的盘点。那台马之星第一次总体检，交通部航港局以105年一月六日邀请航运界专家、资深验船师及大学教授等产官学界专家组成台马之星总体检工作小组，105年一月11日至一月13日在现场检验，就船体结构、甲板机械以及机舱主辅机动力等做相关的盘点，包含防火水密、电焊结构、首门尾门以及机舱的主机管线、动力、发电机、燃油等，做全面的现场检视。检视的结果，缺失改善的情形摘要报告如下：首门于开关时动作不良，水密门橡胶条破损，油压缸空间狭窄，船首跳板前端 flap 变形，船首首门跳板之间积水，左右内侧油压缸之底座变形，重新制作油压缸底座并做加强支撑，破损水密门橡胶条更换，开设维修孔，将变形的 flap 拆除重新制作，加装泄水管等。但是整个左侧的守门仍然在断断续续故障之中。那我们最后做成全面的检讨，在这次税修之中会唯有原厂厂商重新做修复的工作。船尾跳板只碰柱上橡胶碰垫剥落，右侧只碰柱歪斜，收跳板时未能定位，左右两侧吊架之只碰柱及橡胶碰垫已更新，重新加装三组管架支撑加强结构。MGPS 以及 ICCP 检查及更新，经检视现况后 MGPS 即棒尚能使用，无需更换，厂家检查 ICCP 运转正常并无异常。
令海水管路可能之原因为一种金属腐蚀、镀锌层脱落或泥沙冲击腐蚀等。 AC 由储存柜高位警报无动作，设定值过高已重新设定并测试正常。一二主机排烟管与增压机接头漏气，由原厂技师拆卸增压机排气端调整角度。两部主机滑油 standby pump 震度过大，其出口指挥阀之座面 O-ring 易脱落，需改善。船厂与马达端再加装支撑，经中国验船中心、西亚政府总验船师志文及法国验船协会、台湾分会吴总经理明昌两位验船师查验后，判断震动来源为 pump 启动后震动传导到 pump 底部的甲板再反震回来。在107年8月19号，厂商检修滑油预润 pump 分解组装后，震动已大幅改善。主副机内所有自动控制阀箱顶端如有蒸汽管路通处，需加装防水设备。船厂已加装滴水盆及排水软管。左主机第六缸外壳漏油，供轨系统连接油管泄漏，船厂已安排重新上井。主机及发电机底座螺栓检查，底座螺栓例行性锁紧检查已完成。发电机冷却水预热器马达异常，发电机原厂技师已修检完成。故障原因 bearing 锈蚀咬死，更换后测试正常。燃油模组下方蒸汽管路泄漏，更换 parking 后现行已无蒸汽泄漏。第一次的总体检就相关的确实改善后并无再犯的情形，但是主机跟守门仍然发生故障。那监察院也于105年3月16日由张委员任湘、林委员雅峰以及刘委员德兴率员至基隆西岸码头现场履勘，并听取简报及询问相关人员。履勘结论为：一、三次展延计划执行时程影响民众观感；二、多项履约争议导致工程展延，建造进度严重落后，至难以预估招募训练船员之时点；三、为及时督导台马之星管理维护操作及船员离职平等等事宜；四、以设计及施工统包方式办理招标，为考量并同后续训练及一定期间之维修与营运或采试营运绩效欠佳。这些结论都是作为我们目前正在进行3000吨以上客货人发包的参考。那由于这个高顶级营运厂商并没有通过我们保固履约保固的验收，所以就以诉讼方式厘清责任。所以说在106年重塑一号高顶请求返还预期违约金4644万5000元，给付改正费用为587万458元。106年重塑二号高顶请求吃水载重争议7253万7801元。106年重塑三号，我们县府为维护我们县府权益，也请求高顶及营运厂商请求停航租船损失4815万1070元，停航契约违约金5112元。
那高鼎公司请求县府退还保固金、保证金3981万元，改善处理中。这些诉讼目前都在我们连枪地院诉讼之中。我们委请环宇律师事务所就我们应该争取的权益啊，目前正在连江地院诉讼之中。那保固金由于高鼎造船厂并没有确实的依据合约啊执行保固箱装维修工作，我们也动用相关的保固金执行啊相关的维修工作，包含首尾脚机刹车不良、首门关闭作动不良，目前尚可运行，但仍需要由船员手动校正及操作使用其臂。目前这个我们已经做过全面的盘点，在这一次税修中预计要动用500多万的保固金做全面的维修。两舷船锚无法收至定位，需要经费148288元，右主机增压机漏水，动用保固金56万元，左右主机备用滑油预润泵震动过大需改善，需经费94万余元，左右舵机显示 HYD 落可警报等所需要的费用仍在估价之中。那由于高鼎造船厂并没有落实保固相关的合约，也没有依照我们的要求做相关的维修，我们为了维持台马之星的继续营运，就动用保固金做相关的维修工作。那由于第一次总体检之后，虽然有一些机械性的问题改善，但是两部主机及首门仍然时有故障的问题，所以说在台马司机安全督导会议就执行第二次的总体检，在107年6月13及27日由交通部范前次长执谷主持，参加人员包含交通部航政司、交通部航港局、航港局北部航务中心林资深轮机长樊荣、吴资深验船师顺明，那财团法人中国验船中心，那列席单位包含我们连江县政府、马祖连江行业有限公司、新华行业股份有限公司、玉成船舶机械股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曼恩柴油机有限公司、民中航贸易有限公司等。那就这一次的总体检做成的督导建议，包含人员管理4项、船舶管理7项、安全管理1项。人员管理4项包含人员的训练、培训、种植人员操作说明书张贴、3.1逃生撤离计划、办理演习演练、船员熟悉主要的机械设备之拆装、消防设备之检查演练。在船舶管理上面包含7项：1落实检修施工细节与审查；2维护记录保存；3签订开口契约减少备品库存；4订定进屋计划管控备品存量；5依照技术手册规定使用原厂配件，避免影响 NOX 的排放效能；6设置船舶保全警报；7儿童救生衣导盲犬等。落实台马之星安全管理之预防矫正措施，详实记录异常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处置的过程。目前我们正依据这个督导计划落实各项工作之中。台马之星航行安全提升计划，我们希望安全的备品库存能够稳定，原厂技师可以支援每月2次与基隆港巡检及船员教育训练，每月1次
原厂技师从马祖福澳港随船至基隆港，每年一次的主机、主机大修全程与指导，与主机厂商签订开口合约，定期巡检引擎，维护机械正常运转，长期培训轮机员，建立故障排除能力，教导轮机员再生舰只检修，以避免不必要之浪费。四、税修期间，原厂及连江行业工程师以及营运厂商将全程参与与督导，五、税修与航修进行合并发包，目前计划以4年合约办理，并加入扩充与续约条款，以为双方的权益。就这一部分的安全提升计划，目前我们正积极地列入今年度的税修之中，希望建立一个完善的一个维修及后勤团队，建立这个责任的厘清，让航行安全能够更加的稳定。另外，县政府成立台马之星航安及营运辅导小组，由王仲明副舰长为召集人，成员包含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商船轮机学系田国文、张文哲、蔡台铭等3位教授、学者、专家，那还有包含交通旅游局、连江行业、新华行业有限公司、台马之星船长、轮机长等。那台马之星目前待检修及改善的工程，守门机构作动不良，于107年9月为由新加坡原厂技师检查，并完成报告书，后续依原厂建议，在108年税修进行改善。那台马之星首航之后，一直发生问题的就是左侧的守门。那在没有办法完全排除障碍之外，我们委托原厂技师做成一个完整的报告，订定这个维修计划，在今年的税修会并入税修执行，希望彻底改善守门作动不良的状况。船首锚、左右锚无法规制定位，撞击船体发生巨响，防寻协力厂商改善进行中。机舱温度过高，主机排烟管、节热器阻塞，都会在税修时再予改善，有利于船员平日清洁并保持机器的效能。左右主机也在这次税修中进行全面的检测及维修。那有关主机燃油模组、滑油预润泵浦至胶船起皆无法正常运转，又于107年6月由中华机械工厂检修完成，左主机减速齿轮箱以及右主机启动马达飞轮于107年11月检修完成。针对目前台马之星常常故障的状况，我们除了要求造船厂跟营运厂商就相关的责任厘清提请诉讼之外，我们也依据这个目前的现况订定了中长程的计划，在近期方面动员保固金维修，让守门可以彻底的解决。另外，对左右主机在这次税修时候列入全面的检测，以维护这个做全面的盘点，以维护主机跟守门的正常运作，也拟定就是税修厂商跟航运厂商的责任，建立一个完善的一个后勤团队，就未来的任何故障或者异常就要追究责任，以维护航运的安全。另外，依据提升计划争取航港局补助经费，那107年航港局已经增加1000万的预算，
让税收的时候可以做全面的盘点。那台马资金税收的预算也由原来的1800万，增加到3800万，包含守门的全面更新跟维修。那108年再争取备品及人员的训练经费，预计署人员经费2000万元。第三，也会落实总体检的精神，加强各项装备保养工作，落实总体检的督导建议计划，依照3项指标确实落实各项的保养维护工作。在中查级执行方面，我们会根据办理总体检，并加强装备保养的维护工作，确保这个维护的平常的维护能够让相关的维护工作能够落实在每一个层面。另外，已经经交通部核定的3000吨以上的客货呢，目前正在积极的推动之中，预计在这个月底就会完成期末报告，报请交通部核定以后，就会推动整个统包的业务。另外，也辅导民间的业者开辟航线，改善马祖离岛的交通。前一阵子我特别请秘书长配合，由交旅局配合拜访百利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就他们新进的云豹以及蓝雀2艘快轮开辟马祖航线的可行性，目前正在积极的接洽之中。第四，就人才长期的培育，我们也跟海大马祖校区积极合作，就相关的轮机航海能力做长期的人才培养，让人才培养跟地区的航运的发展能够配合，让地区的航运能够稳定的发展。以上就台马资金目前执行的现况做简单的报告，报告完毕，敬请各位议员女士给予指导，谢谢。好，谢谢县长，谢谢县长的专案报告。现在我们接下来请每位议员15分钟，好，每人分配15分钟。好，现在请各位议员发言。好，林议员请发言。